陛下离开的日子让我惊惧难熬，可这宫里没有了媚娘，终于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陪着你了。恭喜娘娘，您是陛下回来之后第一个召见的妃子。朕有意让武媚娘来帮你，让她协助你打理后庭。媚娘，莫要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，你不该回来。密函来自宫里，关键是这个武媚娘，还是杀了她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武媚娘传奇》。